先给大家去测一下这个实体孔这个敏感碳吧。这款底板目前是没有上市的，这是史迪卡公司第一次去做这个外资方碳的一个底板。对于我们喜欢这些史迪卡品牌这些老粉来说，等这块板子确实等了太久了。对于它，我真的抱以了特别高的期望。这一次试打也没有让我们失望。五年，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这款史迪卡的灵感碳王在重量台上面的表现，我觉得是明显优于蝴蝶这种无重的底板。它的一整个大型菱形的选材更加的好，在中远台整个支撑是非常能顶得住球的。因为蝴蝶这种退台以后容易出现掉网的情况，整个大型压缩的非常扎实，然后在自己去发力的时候，整个球又会往前的，会有一个小蹦的感觉，有一点那种轻微的这种放大感，所以整个手上的感觉是特别舒服的。整个板子也明显有这种吃球的手感，在自己手上有这种兜住球的感觉，所以打起来整个手感有点偏向于金标的这种手感，但是要比金标整个手感要做得通透一些。它离整个击球的感觉有点偏向于这种内置有明显的这种吞吐的吃球手感，这一点跟维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才说这个板子为什么手感有点偏向于金标，有明显的这种吃球手感，球的二跳会更加的往前窜一些。它的一个弧线保护真的特别的好，板子的手感是偏向于这种软透的手感。在镜台方面，整个出来的一个透板程度要比维斯要轻松一些，板子相比维斯更加容易的去打透。关乎它的一个旋转方面的话，我认为还是以重的这种 ALC 的一个旋转，就是自己去摩擦这个球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这种偏差的一个感觉。它的一个旋转并不能说非常的优秀，但也在一众种 ALC 里面也是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了。而关于它的一个速度方面的话，整个速度其实还是做得比较好的。这个板子好的力量感觉是在六七分力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加速的一个二跳感觉。自己其实不怎么用去发力，在这种六七分力的时候球的质量就很明显的去增加了，过去的二跳就会蹦得非常的快非常的高。在反手方面，它的一整个速度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这次我们配上了这个咒语的 Pro H 反手的一整个上旋球确实非常的霸道。自己去快速拉的时候，感觉这个板真的手上的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清晰，让自己的衔接也衔接得非常的快。史迪卡作为老牌的器材商，他确实有自己的火候去调教这些板子。这一次的这款灵感探王，我认为他做的是非常的成功了。灵感探王这款底板的一个反手，我认为并不比蝴蝶的这些 ALC 要差，相比起来的甚至有些优秀。对于这款底板，我已经非常的期待它的上市，上市以后我肯定会去冲一把。然后我们现在就给我表哥去试打这款灵感探王，他自己是打这个波尔的 W7 的。打习惯纯木之后，刚开始上手感觉这个板子确实弧线是有些往外蹦，但他自己去习惯了以后，他感觉到整个手上的感觉特别的稳，吃球感非常好。他认为这个板子一个容错率做的是特别好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个人的观点都是比较一致的。这一款底板我们两个人打完下来都没有感觉它像蝴蝶王这么的凌厉，它更多的像这种金标的稳定的这种手感，但是底金确实要做得好一些，出球的力量是比蝴蝶的一众种 ALC 是要好一些。
这块板子的弧线确实做得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弧线这个东西是骗不了人的。防守方面的话，他打起来他会感觉特别的轻松，因为整个板子出球比他那个板子轻松了很多，出球快了很多。然后最后这款板子实测是不拉屎，所以对于这一款史迪卡的新款底板，我到时候上市价格不贵的话，我认为这是史迪卡一款大卖的产品，也期待它早日上市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